另外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都已经普遍推进了体育中考。尽管中考体育的分值并不一定，差别还是比较大，但是呢，这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也就是所有的地方在中考里面都要考体育，而且体育的分值呢，从30分到100分不等。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陆续接到各地报来的情况。那么从2021年起呢，绝大多分的多数的省份，体育中考的分值都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是我们学校体育评价体系改革和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